什么好工作？我那儿媳妇就知道混日子，他们俩的生活还都在靠我的养老金呢。我不明白，相处愉快的婆婆为什么在亲戚面前就变了嘴脸？谁家儿媳妇能有我们家美玉优秀？既能赚钱又孝顺，这贵呀有贵的道理，我可得天天带着。妈，来，我帮你带上。妹妹，你是真幸福啊！听说美玉也在大公司啊？哟，你这手镯真好看，很贵吧？什么大公司，就是个打杂的，钱少事还多，这挣的少还花些大手大脚的。妈，哪有你说的那么严重？哎呦，这女人工作不行，还不如在家带孩子呢。可不是说的是吗？妈怎么那么虚伪啊，这项链手镯哪一样不是我买的，怎么到亲戚面前还成我啃老了呀？妈可能就是随便说说，你没必要当真嘛。他这不是贬低我吗？我新给婆婆买的名牌手镯，婆婆十分满意。你看孩子明明多孝顺啊，你也是，这么贵重的手镯还和我们藏着掖着的。啊啊，美玉啊，看你们这么有钱，你弟弟结婚需要套房子，不多，给10万，行吗？啊啊啊啊！阿姨，我们一下子也拿不出那么多钱。这会儿看着我是你爷了，你们这些有钱人就是看不起我们这些穷亲戚。美玉，哎，为什么扫码没有编号？妈，上个月我花太多了，没办法，就只能买个假的了。什么？你居然敢骗我！你骗我打你，我就打你，我今天就打你，我今天就打你骗我，你又骗我干什么呀？阿姨，弟弟不是要结婚吗？你先把钱借给我应急。哎姨，姨，表达，亲的爷，爷，表达，阿姨，阿姨，亲的爷。哎，刚才见你们两个都把我气得肚子疼。哎，妈，喝个山楂汁压压惊吧。怎么又买饮料？哦，这可是官方山楂树下的100%山楂果汁，使用山楂跟水制作的，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和色素，用料绝对安全，而且经过独特的打浆工艺，去除了山楂的苦涩，保留了山楂果的原汁原味。这不前几天你老说没胃口吗？美玉专门给你买的。好喝，要知道姜还是老的辣。